康先生，本来这次来雪岩想当面言明谢绝合作，既然你如此深明大义，我钦佩之至。老兄别给我难堪了，我也是要洁身自好，另起炉灶。那我就告辞了。唐先生啊，不用送了，你还有客人啊。当朝一品，请送他。留步，唐先生，留步。老板多多自重啊。承蒙关照，多谢了。紫云呐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留下吗？啊，东家是给泽云一个幡然悔悟、报效东家的机会。我可没有这么宽宏大量。你说，我怎么能让他们失望？啊，好容易埋下这么个钉子，就让我给拔了。告诉你，我还想看看他们对我府康还能使出什么新的招数。泽云对不起东家，泽云该死。你去跟他们说吧，就说我回来了。而且还要告诉他们，我跟着就回杭州，给叶中德堂点颜色看看。东家，泽云不敢。我们
可是为你着想啊，泽云。如果你不透露点情况过去，他们就以为你已经改邪归正了。到那个时候，他们整起你来，比整我可要狠得多呀。啊，大哥，求你看在泽云多年跟随你的份上，就放过我这一次吧。大哥，我求你了，大哥，泽云对不住你啊，大哥，泽云错了，大哥，你就放过我这一次。别的先不用说了，恐怕咱们定下的庄规你都忘了吧。你诚为本，信为先，务财不迷，为商不贪，商乃人术，无人则不义，无义则不通，人有真假，财有虚实，真者实，假者虚，真实可成造化，虚假必惹祸。进财不谋为利，出钱不怕抵空，不重其事成其事，不计眼前看前程。东家，东家，泽云也不容易，你不能这样对待他。你是不知道在上海闯天下该有多难吗？难，你难，泽云也难，是我胡雪岩容不得人吧。处处让你们寸步难行啊。东家，东家，城上我也是刚到其职，您去问问泽云，他自有苦衷啊。你为什么非要我去问他啊？你是干什么的啊？丞相，东家，东家，我还是东家啊！我看你和泽云是我的东家吧？东家啊，丞相，我可不敢，我向来都是忠义之首的，东家。我知道你是忠义之首的，做生意。上几十万两银子，我不在乎；赔上上百万两银子，我们可以再赚。丞相，咱们把富康都赔进去，我们可以从头再来。可怕的是，德云的把信给你去。丞相，当好人谁都会当，你要是当好人，就当别。
泽云下跪请罪，雪原如何回应？我们一再说，任何人到头来都是自作自受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，像泽云这件事情，别人是帮不上忙的，完全要他自己去面对。所以他想了想，只有跪下来请罪。那结果会怎么样？我相信他也弄不清楚，因为后面还会有一些演变。当然雪原可以叫他走，可是我们相信雪原他是不会这样做的。我们从上一次他叫孙永康走，但是他叫余阿大留下来，就可以看出来雪原处理事情的一个原则。因为泽云在钱庄里面他是一个主要的人物，他对所有的运作他是清清楚楚，你拿他开刀，如果逼着他没有路走的话，回过头来咬一口，那个钱庄也是受不了的。老讲任何公司谁都不敢讲他100%的没有任何的可以让人家议论的地方，没有，尤其是钱这个东西。你一个开支从不同的角度来评估，正当与不正当都有相当的争论。所以雪原他想来想去，我想他是不会轻易的让泽云离开的。雪原要泽云念当初定下的专规有什么用意？他这种处置的方法跟那个时候对余阿大的方式是一样的。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人做事情他的原则是不可以变来变去的，方式可以有所不同啊，但是基本原则你是要固守的，否则人家根本没有办法跟你配合。你现在是这个原则，下次是那个原则，那人家怎么跟你做搭档呢？雪原他的原则是不会变的。当他下决心不把泽云开割掉，他马上想到还是不能放过他，要折磨折磨他，让他心里头有一个能够悔改的这种意愿。否则的话你太轻松了，他以为说哎，这无所谓啊，甚至会想到哦，原来你是怕我抓你的把柄，那他更为所欲为了。所以他就叫他，你好好把我们当初定下的专规念一念。泽云越念就越不好意思，所以你看他的声音呢，越念越高，就表示说他是真心真意的在念，而不是嘴巴念念而已，也就表示他心里头真的是很后悔，真的很想改进。无人则不义，无义则不通，是什么道理？我们先说义，什么叫义？义就是合理的意思。合理不合理，它本来是很难讲的，可是你只要有人心，人心就是爱心呢，你只要有爱心就很容易找到那个合理点。人是两个人，就是将心比心，一个人常常将心比心，常常凭良心，常常站在对方的立场想一想，你就很容易找到那个合理点了。所以人跟义它是连在一起的，你说没有人你就很难找到那个合理点，离开爱心你那个合理点都是很自我的表现。换句话说，按照你自己立场来说这个合理，那别人很难接受的。合理以后大家就会通畅，通畅的意思就是说心相通，哎，你说合理我听听也合理，那就这样吧。中国是很好商量的，只要你
合情合理，合情合理就是合人合义，这两个是一样的。虚假必惹祸端，是真的吗？是千真万确的。讲一句谎话，后面就要连续的讲几十句谎话，讲到最后自己忘记了，然后又要制造很多的谎话，这是很累的。我们中国人是不主张你讲谎话的，我们主张你可以不讲，但是你不能讲谎话。很多人以为说不讲就是撒谎，其实不讲也可以解释默认了、都可以解释。那你要讲呢，讲得比较妥当一点，妥当一点就是说这个时候他会这样解释，下一次他会这样解释，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人的情绪它是起伏不定的，当大家情绪很高昂甚至非常生气的时候，你什么道理他根本就听不进去，你就说跟他讲道理干什么？你不如稍微麻糊一点，模糊一点，增加一点弹性，然后等时机，等什么时机？等到大家情绪就平稳，这时候他再回想你讲的话，他说啊，你讲的还是有道理。只要他想接受你，你的道理就出来了。我们是在等待那个情绪起伏，那个比较合理的时机，这个时候大家心知肚明，那个理就出来了。这是我们整个沟通的过程。雪原为什么说陈强和泽云是他的老板？我想这句话不仅仅是雪原这么说而已，我听过太多的老板都跟我发牢骚，说他的干部才是老板，他像什么老板？他们怎么说的？他说我出钱，我冒险，我负责任，最后他们乱搞。你看干部有几个人是完全听老板的意见的？没有。这也难怪啊，因为你完全听老板的意见就等于奴才了，那谁愿意当奴才呢？所以还是那个合理点的问题，你不能够百分之百听老板的话，但是你们能过分不听他的话。你过分不听的话，就像现在很多干部一样，就说你说归你说，我听归我听，你怎么决定是你的事，我怎么做是我的事，那到底谁当老板？所以张干部当到让老板感觉到我在你面前完全不像老板，你看现在泽云跟陈强就让雪原有这样的一种痛感。你们口口声声叫我东家，实际上你们才是东家吗？都是你们决定的吗？我讲的算吗？大多数是你们决定的，怎么现在又把责任推还给我呢？这个是值得很多当干部的人要好好去反省的。雪原说富康都赔进去还可以再赚，他在乎什么？他在乎泽云心里头没有我雪原的位置，就这样而已。他心里想，我们一起混上来的，你如果心中有我，你会这样做吗？不可能。雪原自己认为他心中是有泽云的，但是他这种感受并没有传达到泽云的心上。我们现在可以站在雪原的立场，他说我对不起你泽云呢、我把这么大的一个富康钱庄全部交给你，就表示我对你是充分信任的，就这个充分信任，那就是我心中有你，要不然我怎么敢呢？而你现在居然为了5万2银子你出卖了我，你就表示你心中没有我，我想这是他最痛心的。他讲这话不是讲好听的，他是讲真心的。富康钱庄整个你都给我赔进去，我还可以再赚，可是你这个人心变了以后啊，我很难恢复以前对你的信任。这就表示说你拿几万两银子其实我都不在乎，
你把我整个府刊都抢走也可以，但是你的心中起的变化，我以后怎么相信你？我们又怎么共事？我觉得当干部的应该好好去体会一下老板这种心情。泽云啊，泽云啊，你不该，你不该。误财误民，为商误贪，商乃人数，无人则无义，无义则不通，人有真假，刘经理有虚实，真者实，假者乡里，乡里，你懂得叫什么事？不知道。金牌，不谋为利。我去告个长假。哎，乡里，东家像是故意这样做的。不重其事，成其事。故意？哎，不计眼前。乡里，走吧。看前程，不使对手逢绝境，不为他人担险情。人们常说，赚了钱就要做善事，是我这个老大没有当好啊。早应该在乌镇老家给泽云置一份家业。他在上海不好吗？不比在乌镇好啊？坐坐。哎，现在他不也是高楼深院的住着吗？我不会亏他。丞相，我想好了，上海府抗战不还，还是由他来做总管。哦，东家，你这一走，我各地奔波，再要是把总号交给泽云，我怕万一有什么纰漏。哎，东家，各分号老板都到了。哎哈，丞相，你是怕担责任？说句心里话，我何尝不觉得换掉他好啊？可是不行。换掉他，他怎么办？干了这么多年，落得个来去空空。换掉他，我又怎么办？啊！你要知道，福康的所有的账目都在他的肚子里。是是。再者了，商界会怎么看？那我胡雪岩挨骂可就挨得多喽。哎，哈哈，让诸位久等了。啊，坐坐坐坐坐坐坐。哎，王大哥，一会儿留下啊。哎，坐，大家看我穿这身官服，是不是不太习惯呢？啊，丞相啊，把我的意思和大家说说啊。今天把大伙召集来碰个头，主要是有几件事想跟大伙通报一声。
最近一段时间，我们的买卖出现了一些差错。我作为总号的乡里，实在是有负大伙的期望和东家的嘱托。这个是不对，丞相，不对，不能这么讲。有些事情不是哪个个人的问题，其原因我是不到万不得已啊，万不得已我才捅破这层窗户纸。我们在外面经商，大家都知道，一是怕听惯了女人的耳边风，二是怕贪图对手的小利，这是经商的大忌呀。当初我们兄弟三人白手起家，到架在脖子上做买卖，二十多年过去了，经历了太多的事情。诸位，如果你们觉得累了、烦了、不愿意干了，可以跟我说一声，就凭我胡雪岩的家底，够诸位享用几辈子的。干嘛非得贪图卖了自己生意和良心的钱呢？这是捅我心窝子。可能会有人说，一把子年纪了，又有无数的家业，当朝一品，还往前奔什么？还不够吗？你们不明白呀、啊，到了我这个份上，收不住脚啊，那可真正是欲罢不能啊。哎，东家，你千万不能有半途而废的念头，我们定会追随你，以遂当年之愿，不负众人之托。哎，忙啊，真是，生意上忙，药业上忙，洋务上忙，官场上也忙。有时候还要为女人忙啊，忙得我连和亲兄弟说心里话的时间都没有了。当初我和泽云还有程翔是靠倒粮食起家的，那时我就向二位兄弟撂下过一句话：天若败，败我胡雪岩，绝不败二位兄弟。今天各位，我再和你们重复一遍，你们同样如此。丞相，哎，东家说了，以后上海府康还是由谭泽云总管，权限依旧。雪岩说泽云不应该，难道他自己没有错？我想我们中国人都知道，血缘也有错，这是我们跟外国人比较不同的地方。外国人会分是非，会分到他有他没有，这是很绝对的。中国人分是非不会这样做，我们会分到他有错，他也有错，谁都有错，因为这些是相对的。
怎么可能绝对的？你说雪原真的照顾得很周到，泽云会这样做吗？他有必要吗？为那个小小的50000年，搞得大家这么难堪，以后路几乎走不下去，他何必呢？就是说，你雪原，你偏心了。当然，雪原是没有偏心的。可是泽云因为听了他太太的话，他也觉得是偏心呢、啊。你自己盖大房子，我不说。你跟陈强盖房子，你跟这个跟那个都盖房子，你就难道没有想到我吗？当然，雪原心里想：我这么大的富康钱庄，我根本没有住在上海，还不如你在住。可是泽云的想法根本不是这样子的。因此，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，一件事情只要做错了，谁都有错，只是多跟少的问题，不是那种有跟没有的问题。西方人比较看重有跟没有，中国人他不会从有跟没有去做文章，他会觉得你错的多，他错的少，多少都有错，甚至连自己都有错，这样就对了。雪原穿着官服有什么用意？雪原很少穿官服，他每年穿了官服去跟他的员工道谢，这倒是有的。他碰到重大的事情才会去换官服。那这次他穿了官服出来，就在告诉大家，我们富康钱庄正面临着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一个关卡，所以我会很慎重的来处理，希望大家也不要掉以轻心。他是这个用意。一个人每天穿官服，那你像商人吗？哎，有的官服你从来不穿，那要官服干什么呢？所以他这样的一个处置啊，也是非常合理的。陈强向各地主管宣布此事，雪原为什么打断他？照理说，雪原是不应该打断陈强的话的。既然你要干部来说，你就让他说完，说完听听大家的意见，你最后才来表你的意见。这样，但这次为什么不是这样说？有他的道理。否则他穿官服干什么呢？他穿官服就是说，我让你陈强去说。表示陈强他的立场该说这些话，但是在我的立场，我不应该让他这样讲完我就说了，我这番话陈强是不方便说的，所以我打断他，由我来说，他这也是一种担当。所以到底谁该说谁不该说，谁应该先说谁不应该先说，我想这个大家真的应该多花一点时间去考虑考虑，以后才能够拿捏得很准。怕听惯了女人的小话是什么意思？雪原这一次一共讲了2点，一点是听女人的小话，一点是拿对方的小利。这两句话都是有针对性的，针对谁？针对泽云。他就趁这个机会告诉泽云，你的问题从哪里产生，我雪原是很清楚的。第一个，你听了女人的小话，你太太在你旁边嘀咕嘀咕嘀咕，最后影响到你的决定。你的决定错在哪里？错在你贪图对方给你的小利。他是没有明讲，但是他含义里面说，就50000两，你就跟我开个口嘛，我会不给你吗？我说不定就给你10万两呢，你干嘛去贪这个小利？当然这也是雪原的片面之词，一厢情愿的想法。你这话讲出来，大多人会认为讲到两，他说苹果的财产你不敢跟我说一声呢，那你几辈子用不完呢？但是这种话空话，所以呢说我没拿到手嘛，你到时候反悔会不会对谁知道呢？雪原对中国人的
习性毕竟还不是很熟悉，我们中国人是多得不如少得，少得不如见得。你看老板跟你说，哎，将来给千万，你想将来，将来什么时候，将来说不定是都倒掉了，自己装。我现在答应你一千万，过两年公司倒掉了，一毛钱也拿不到。所以这种话比较不能感动。然后老板说，你是宁愿将来一千万，还是今年年底你就可以得一百万？我相信大家想来想去，干脆年底给我拿一百万好了，我不要拿一千万。这个叫做多得不如少得。那老板如果说年底拿一万，那现在才年初，现在我给你六十万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相信大家都说给我六十万算了，少得还不如现得，钱只有拿在手上的才是算数的。雪人真的不了解这个，他是诚心诚意啊，我有这么多财产，我愿意跟大家分享啊，那你们跟我说一声我就给你呢。但是干部的想法不是这样的，他心里想，你讲的好听的，你看果然最后证明是讲的好听的，你没有几年以后根本你整个财产都不见了，你还跟谁去分享啊？你还供应谁过几辈子的？可见中文想法虽然觉得有点现实，但是毕竟它是很真实的。你听女人的话，贪对方的小利，这是使我胡旋最痛心的。他最主要在点这句话，他为什么要公开讲？他单独的跟哲元讲就好了吗？他不，他也趁这个机会告诉所有人，你们不要犯同样的毛病，千万不要。他如果单独的跟哲元讲，有没有用？没用，因为其他人不太了解，说不定又来一个，那惨了。所以有些事情该单独的讲，有些事情要公开的讲，这也是要一个很明智的抉择。雪原说他到这个份上收不住脚，是真的吗？我想是真的。很多人说你已经这么有钱了，你已经这么有名了，你还这么努力干什么？雪原说，我想停了，我也想去钓钓鱼啊，我也想去打打麻将啊，我也想跟家人聊天过日子啊。但是一个人到了那个时候啊，他真的停不下来。你看左宗棠的事情，他能够撒手不管吗？你现在撒手不管，那等于以前都白做了嘛。那说不定上面还查封你的财产呢，那不是更糟糕吗？你说这个那个那个，在别人来讲，你不过就不做吧，谁还会勉强你呢？当然对一般人来讲，对大多数人来讲，就是不做你就不做嘛，谁能勉强你？所以以后我们听到这种话，你知道他是那种水平不高、格调不高的人才会有这种想法。真正到了上面这个顶尖的层次的话，他是欲罢不能的，根本就停不下来，身不由主，你是没有办法说停就停的。你看很多大企业家搞到最后也是一样，也是一样。真的，你问他，你想歇一歇吗？他半天不肯歇。我老早就想歇了，现在才歇。那你为什么不歇下来呢？他还不说话，他心里知道，没有办法，反正大小事情都要找他，那你怎么办？我们不是那个电灯的开关呢？说关就关，说开就开，没有办法。但是人际的脉络，他事情的这种牵连性，他是非常复杂的。雪原说他忙到没有时间和老兄弟说心里话，是不是表示歉意？我想他是个很会反省的人，他想来想去，哲云有错，陈强有错，我胡雪岩也有错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就趁这个机会
公开的道歉。我们中国人这个道歉也是看层级的，越低层越要明显的说出抱歉，越高层的他用其他的方式。你看他现在就很巧妙的说，我太忙了，忙到都没有时间跟这些老兄弟讲讲话，所以我们才失去了沟通，才产生了误会。这件事情多少我要负责任，他在表达这个意思。住了，住了，主人好啊，住了，住了，你怎么这样？主人真好，住了。儿子，你别笑了。是，东家。儿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老先生，他这是怎么了？是这样，我们老两口啊，就这么一个孩子。想不到他刚中了举人，你看，哦，你看，应该是高兴的事儿，就变成这个样子，一笑起来呀，啊，就没完没了啊！我以为范进中举是个故事，看样子真有这么回事儿。这十几年的功名啊，算是白费了。我说老人家，你得找名医好好看看。看了看了，都说现在呀，啊，只有用龙虎丹才能医好这个病。可这龙虎丹只是药点上才有，跑了很多药铺都买不到啊，买不到。活菩萨，你救救我的儿子吧！叶仲德堂说要买龙虎丹得到庆余堂来。是，您可是我们江南的药王啊。叶老板他真的这么说了？救我的儿子吧。他是这么说的，还说买好了就去告诉他，他还要拜你们东家胡雪岩为师呢。咱们能治这种药吗？不能。是没有药方还是药不全啊？都不是，这药里面有味药毒性太大，没人敢造啊。没人敢造，你去告诉他老人家，让他们十五天以后到这儿来取龙虎丹。东家，这快去。是，来，各位师傅，谢谢东家，谢谢东家，谢谢东家。来，哎，谢谢，哎，谢了。学徒，哎，接着说啊。胡大官人，所以说，龙虎丹的事，你是万万不该答应啊。凡是卖过这种药的店子，都因为吃死了人，吃了官司呀。胡大官人，不是我不依你，这药里有一味药毒性太大，万一搅拌不均，那我这药下去就能活活把人吃死的。啊，来来来，有这么厉害？有的。中医的话说，这癫狂病乃是痰迷心窍，龙虎丹这药又在严禁喝凉水，能把痰吸出来，万一搅拌不均，病人吃了剂量不准的药，那是会烧糖的呀，
呛到凉水喝一口，那会马上致命的呀。这么说，这味药咱们就造不出来了。那也是该造啊，这可倒好啊，有一判药，咱们是有药不造。造不出来啊？那不好吧？是吗？是。真的就没有别的办法吗？没有办法，不好办法，没有办法。是啊，来，我们再合计合计。啊，好，合计合计。我想，咱们是不是能够在制药工具上想想办法？对呀，中和药性，金银之具呀。对，有道理，有道理，就是。在这儿咱们也谈不清楚，咱们到药厂去谈。好吧，好，走走走，东家。好，请。哎，您去，东家请，东家请，东家请。用了三两七钱纯金，三斤七两十钱纯银。我要就是就说咱们给叶师傅啊，好吧，东家请。天助神佑，药王托梦。天助神佑，药王托梦。龙虎承担，拯救生灵。龙虎承担，拯救生灵。神法森严，克尊而从。神法森严，克尊而从。如有违背，天理不容。如有违背，天理不容。药王有令，特托仙梦于我，所用草药浸没成粉，用此神棒在药粉中连写龙虎二字999遍，必有龙虎显灵，使龙虎丹大功告成。999遍之后开始制药，开始吧。天助神佑，药王托梦，龙虎承担，拯救生灵。神法森严，克尊而从。上菜吧。哎，慢着，这顿饭的单子里没这道菜，谁让你们做的？回大太太，是老太太让做的，说是给二太太过生日的。放那儿吧。是。娘来了。哎，快坐下。好。哟，二太太今天过生日，怎么也不说一声呢？哎，我这做大的还有做小的，
也好凑个份子。连老太太都特意上了螃蟹，我们要是没有表示，不是显得不给老太太面子吗？就是，怎么有那么个规矩呀、啊？我都进门好几年了，怎么连一个生日都没有过过？就是，我也没有过过。行了行了，是我让厨子新添的，谁让你们都不告诉我你们哪天过生日的？来坐坐。哦，好，坐下吧，来吃吧。娘，来吃螃蟹吧。哎呦，我不是这玩意儿，你吃你吃吧。真不吃啊？不吃。水莲姐，来您吃。我怕吃了性子会横起来。哎呀，你瞧你，老太太赏下来的怎么好往地上扔呢？快吃了吧，快吃啊。我吃啊。诚心呐、啊，家宅不安，祸起无端。阿民，娘，是我不好，您别生气了，我都是我。中了举人，却笑个不停。父母为什么伤心？一个人读书读得那么辛苦，好不容易考取了，中了举人，你说怎么不高兴呢？当然是笑个不停。可是别人笑个不停还无所谓，那个中了举人那个人，他自己笑个不停，笑到不停到时候停不下来，那就糟糕了，那就叫做癫狂病。一个人到了这个地步，最伤心的一定是父母，他心里想，我这个小孩真可怜，然后又会想到，为什么别人中了举人他就没事，为什么偏偏我这个小孩就会这么倒霉。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，每个人都会这样想，也有坏处，总想到为什么别人应该先呢，怎么我来呢？也有好处，总觉得我应该先呢，怎么别人抢先呢？我们也不要怪这些事情。他现在面对的就是说，自己的儿子这个病怎么能够把他治好最要紧，所以父母啊就到处去遍求名医，但是大家都告诉他是有药，可是这个药是买不到的。你看有药买不到，那等于没有药。当然会有人就会说了，你这个药啊只有到胡庆怡堂你才买得到，别地方是没有的。因为胡庆怡堂一出名，自然就惹得很多人的眼红，因此就会把这些难题通通塞到胡庆怡堂这来。我觉得这也是必然的一个后果。那果然呢，他们就来了。大家这个时候可以看到，胡璇其实他的个性是很天真无邪的，他是完全为了事业才搞成一个人好像紧张兮兮的。你看他躲在后面，他笑得多天真。他说，我以前读小说以为中举人笑个不停，范进是假的，是虚拟的，现在活生生看到一个杭州的案例，这不是他心里头还是很纯真的。可是一回到现实面，他又不一样。我们也是让各位去想想，你要不要老在这种混浊的现实面去打鼓打滚，你自己应该做一些调试。雪原答应15天之内造出龙虎丹，是不是太长大了？这个笑个不停的举人，他有一种药可以治他，就叫龙虎丹。那为什么买不到？
因为它里面有一味药毒性太激烈了，做不好用不好吃不好就会把人吃死的。很多药厂冒险去做这个龙虎丹，结果就是打官司。因此呢，胡庆余堂的阿大也好，药师也好，都不敢做，这是事实上非常困难的一个难题。可是胡玄他心里想啊，我胡庆余堂不是要胜过同仁堂吗？我不是要变成名药名厂名师吗？那连这个都做不了，那我还有什么前途呢？我这个胡庆余堂还能出色吗？所以你越难做他越想做，我想这也是他的个性。你说好做他倒不一定要做，你说不好做他就是不死心，然后他就问东问西，大家都说不要做不好做，关键说就是不做。他用一招，就我先把支票开出去，然后再来调钱。所以他说我十五天以后你来拿，这一来啊就等于目标已经定了，期限已经定了，那阿大跟药师就着急了。上面已经把指令定下来了，下面人只好想尽办法去完成。雪原亲自端茶给药工有什么用意？如果雪原只是说十五天之内你们给我做好，然后他自己去玩去了，这就不是好老板。他心里想，我开出来支票我自己来兑现了，你们只是帮助我兑现而已，连这点都做不到吗？所以他就说把所有药工都请来，他以他老板的身份亲自跟每一个人端茶。各位有没有发现，如果每天胡玄都跟他们端茶，那这一招也没有用。所以很多事情是出奇招，很多事情是天天要做，很多事情是偶尔才可以做的，特殊情况才可以做的。雪原平常当然不会跟这些药工端茶，这个时候他每一个人亲自端茶，就是增加他们的这种警觉性，说老板会这样做一定有什么天大的事情要发生。再说老板开口也使得他们不好意思拒绝，他第一个先把心理障碍破除掉，这是非常高明的。大家一筹莫展，雪原为什么在制药工具上动脑筋？雪原是外行，他根本搞不清楚龙虎丹怎么难做，所以这个问怎么难做，他说里面那个药如果不均匀的话就会出事情，一见他就得到一个资讯，要怎么样把它弄得均匀。然后这个人说你再怎么动你都没有把握很均匀。那有人就说你那个是锅子，然后上下不一样，你怎么搅也搅不均匀。反正听来听去他总听出给明堂说，哎，这问题出在哪里，就是在那个制造的过程当中，而制造的过程里面最关键的就是搅拌的那个容器。所以他就说了，我们从这里面动动脑筋，我觉得把大家的意见归纳起来，找出要点，然后面对这个难题用脑筋去解决，这就是老板应该做的事情。你把这个原则用到任何地方去都是管用的，没有什么说，啊，这个问题有它的专业性，那个问题那是什么特殊性，没有那么严重的。它的专业性，它的严重性，它的特殊性其实占的比例很小，通用性你先掌握到了，你就很快去突破那个特殊性。大家高喊天助神佑，药王托梦是真的吗？这句话的答案是很简单的，你认为是真的它就是真的，你认为不是真的它根本就是假的，哪有什么药王，你爱怎么梦谁知道，你能控制你的梦吗？你做做看，你今天晚上说我要梦到孔子，你试看，他根本就不让你梦。所以这种事情你应该怎么去理解？
你应该理解说，我们一般的人，你告诉他什么话，他不太听。你说你要磨999遍，他心里好笑，那为什么呢？那磨900遍跟999遍有什么不同？那磨1000遍又怎么样呢？就是人之常情。你现在说就是神的意思，哎，大家就不敢违背了。人对不了解的东西，他是比较有恐惧感的。我们就只利用这一点而已。你看我们在家乡，我们比较不敢做坏事，为什么？左右邻居都认识，一出差就开始动歪脑筋，就是因为完全不认识了，怕什么？对一个陌生的环境，你比较敢动歪脑筋，然后对一个不清楚的，你就比较会恐惧。我们就是利用这个人性的弱点，说我阿大得到药王的托梦，告诉我们龙虎丹非做不可，而且老天会保佑我们，我们要按照他。大家在上面写龙虎，写多少字多少字，为什么要写龙虎？你写什么字都一样的，就是搅拌嘛。可是你说搅拌，他就觉得那这个不稀奇吗？谁都在搅拌呢，我也在搅拌呢，那至于多少字，反正我尽量了，他不去记得。你现在把他的恐惧心把他拉出来，其实说难听一点，这一套就是四个字就讲完了，叫做威胁利用。威胁利诱，不是威胁你，就是利诱你，然后你去听了。这个说好听一点叫做以神道设教，说难听一点就是透过神明来愚弄大众。999遍又是什么道理？我们如果讲100遍，那大家会觉得为什么刚刚好是100遍？你会发现这又是我们中国人跟外国人比较不一样的地方。最近有一个人，他生下一个双胞胎，两个小孩，一个黑的一个白的，这很少有。然后专家就说了，双胞胎里面一个黑的一个白的，这种几率只有1/1000000。西方人听了就会相信，中国人听了都不会相信，哪有那么凑巧的？1/1000000，谁知道？你又做实验吗？你拿证据给我看。为什么不是说99万分之一呢？为什么不是103万分之一呢？你就知道，凡是整数啊，我们中文都认为这是凑出来的，哪有整数？所以你现在讲999，他还比较相信，因为中国人讲999，九就是长久，就是一直磨磨到累了还在磨，还要久一点，就叫999。其实中国人对数字的那种概念跟西方人是非常不同的，大家千万不要用西方人的概念来评估我们中国人的行为。很不幸的，现在的人大部分是这样子，这一定要改过来。二太太，二太太，照我说你也没必要讨谁说个喜欢，这人呐都是生在天地之间的，谁比谁傻多少呢？我要是跟你似的，还不被冤枉死了，打进这个家门就往圆满上走，到后来还是给你接回了一大帮。按说姐妹之间不该记恨什么，可锅碗瓢勺的保不准谁碰个谁。我要是跟你似的，那还不得找根绳子去上吊啊。哎，来人呐，把这螃蟹端到二太太屋子里去。不用了，大太太，这螃蟹呢给楼上的孩子们送去吧。哦，老爷
了一回，又在我胡家受委屈了？不不不，玉慧不敢抱委屈。哎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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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难道都在我胡家受委屈了啊？坐坐，玉慧来。怎么都不说话呀？你们知道吃这个东西需要什么佐料吗？全都不晓得。要醋。几位盘中都有醋，看样子我胡宅不缺此味。东家，梁昌郡总督已到府上。知道了，吃啊，吃吃吧。这是你的，这是你的，还有你，我的各位太太，吃。炮平一。杨大人还是老铁路啊。马三进四。如一进一。胡先生怕是不光约我下棋的吧？炮五退一。是，我是有事要有求于咱们的曹帮总督的。哦，我想在三郎庙搞个一住，让绍兴和金华不花钱一住。好，该我的了，吃一平一。杨大人这手果然身手不凡。现有的码头呢，因为航程太长，风险太大，如果在三郎庙搞驿渡，对浙江人的发展是大有益处的。炮二平四。向三进五。李胡大人已将驿渡兴建逾越，现在找我商量又有何用啊？因为是造福于人民，所以我就先斩后奏。你胡大人再乐善好施，这次我也帮不上忙了。为什么？就因为京城这浙江系文官钻了空子，他们借题发挥，要力挫我们湘军在浙江的武官。我已经接到刑部的传帖，应承我带领余杭县令进京候审。马二退三。这么说，大人的此行凶多吉少啊。车五平六。大人，如果有用得着我胡雪岩的地方，尽可直言。他们只要把我赶出浙江，也就心满意足了。想赶尽杀绝，他们还没有那么大的道法。胡大人，此次我到府上来，第一
是来向大人辞行的，第二是劝大人在易度仪式上好自为之啊。多谢大人。双居平视。哦，啊，胡大人，这盘棋我又说定了。哎，杨大人，嗯，有一步棋，是不是可以缓呢？哦，你可以试试马二退三。马二退三，你不妨可以试试左大人。左大人，对，没用啊。啊啊！胡大人，这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。东家，嗯，什么事儿？出事了。什么事儿？三郎庙驿渡出现纠纷，阿宝。阿宝怎么了？阿宝的腿给人家打断了。啊！瑞锦，瑞锦。我来是跟你打个招呼，阿宝，我接走了。为什么？当初让他跟你，是为了帮助你。现在他成这样，不能给你添累赘。嗯，瑞锦啊，你是不信我呀？阿宝在这也能治好。有碧四姐照顾他，我想他会好得很快。哦，好，也好，对，也好。那我走了。等等，瑞锦。见得真好。哎，行啊。哎，东家，你找我，马上找最好的大夫，最好的药，把阿宝的腿想办法治好。东家放心，哎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你亲自安排一下，派人去看望一下阿宝，他的病情随时跟我报告。好的，走。哎。那你倒是给我听听，给我听听吧。怎么，胡庆鱼塘又杀驴了？杀驴，等着把你我都给杀了吧。什么啊，他家阿宝不是腿给人家打断了吗？回来了，还带回了总督府的成命，把曹帮行凶的头子都下了大狱了，那三郎庙的驿渡也动工了，把大牌坊也竖起来了，满街的老百姓都在欢庆呢。完了，这完了完了。瑞姐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饭都凉了。阿宝怎么样啊？你也知道，可是他的两条腿，哎呀，那怎么就治不好了呢？都是我害的，我该让他去活着。
胡太太对玉慧说谁比谁傻多少是什么意思？胡太太讲这句话是非常聪明的，因为她是千真万确的。我们总觉得谁聪明谁傻，其实人跟人比都差不到哪里去，我们是有个别差异，但是相差不多。你看开车的人，你会发现两部车同时出发，一部车钻来钻去好像很快，一部车按部就班好像很慢，实际上到达终点的时候相差不会超过五分钟。你为了五分钟拼命，为了五分钟冒险，值得吗？值不得的。可是一般人他总觉得你看我这样转来转去比谁都快，没有那回事。人的反应有快有慢，这是事实。但是他先想到了，你后想到，相差也不过五分钟。你看你把人骗了，他回去马上想到，甚至走到一半他就知道糟糕，我上当了。啊，就算他今天想不到，他明天一醒他也知道我上当了，他迟早会明白的。我们不要认为自己比人家聪明，这种人才是最聪明的。凡是认为我比人家聪明，其实都是大傻瓜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这个人是傻瓜，从那个角度来看他反而是聪明的。这个要把它整个很周全的来做一个了解才会清楚。胡太太她不见得每一句话都讲得很对，而这句话她讲得很高明。她跟玉慧讲，你总以为人家傻，其实人家不会比你傻。你总觉得你很聪明，就像我们看你也不那么聪明。这是对玉慧来讲很好的一个醍醐灌顶。很可惜玉慧也是听不懂，他也无法接受。雪原说胡宅不缺醋，他有什么办法？他有什么办法？四个字，一筹莫展。你只能在那里发脾气整人，你又能怎么样？所以像胡贤这样的人，他刚开始会觉得说，你看我多娶几个女人，我会享其人之福，这就是那个历史的记载误导了很多人。很多人都认为说，你看他很有福气啊，一个人呢娶好几个啊，这就叫做其人之福。其实胡贤应该知道其人之福其中有一个字是错的，应该叫做其人非福，根本就不是福嘛，什么是福？那是受罪嘛。可是人往往是什么？往往事后才清楚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事后诸葛亮，只有三国演义里面那个诸葛亮才是事前的诸葛亮，这样我们才知道我们为什么那么佩服他，就是他事前料到，我们是事后才想通的。我相信雪原现在是想通的，但是事情已经造成了，他能怎么样？他也只能这样了，一筹莫展。雪原搞异度，杨昌俊为什么说他帮不上忙？杨昌俊他是左大人的重要干部，他对左宗棠的话是百依百顺，所以他对胡贤的事情也是只要能帮忙没有不尽力的。现在胡贤说他要搞异度，他摆明跟他讲，我是帮不上忙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也承受这种派系斗争的这种苦恼，大家想把他挤出杭州，想把他从浙江把他排斥出去，他也没有办法。虽然说西太后很支持左宗棠，但是西太后那么严，底下这些事情他哪里照顾得了？
这样我们才知道为什么丁日昌经常讲县官不如县管。我管到你，我爱怎么整理就怎么整理，我也知道上面是支持你的，但是我只要上面敷衍敷衍不让他看出来，我就整理。现在杨长俊深受其苦，他自身难保，当然他有保我不会怎么样，但最起码他无法继续留在杭州。所以李雪岩要搞这种地方性的事情，他是无能为力的，所以他很坦白讲，我帮不上忙。雪岩请杨昌俊试试左大人，杨昌俊为什么说没有用？雪岩很奇怪啊，你杨昌俊对我的事情怎么突然间不热心起来呢？后来一听才知道，原来你自己也要被赶出去了。那他就说你可以试试找左大人啊，左大人保你的话，那谁还敢动你一根汗毛呢？杨长俊说这种事情我是不会去找左宗棠的，因为增加他老人家的苦恼，对事情没有什么帮助。就算你禀报到西太后，西太后觉得很可笑，你连这种小事情都处理不了，那可见我支持你没有用。再说人家要把杨昌俊调到哪里去，一定有他的道理嘛。难道我支持你就要把你所有人都死定在那不能动吗？也没这个必要。所以我们很多事情要想想啊，西太后支持的只是他那个层面，就这样而已呢。那其他事情你要自己去奋斗，自己去努力啊。杨长俊是很清楚这些事情的，所以他说不要找了，找也没用。其实他这句话也是在暗示胡璇，你有什么难题你自己看着办吧，你也少去找左大人，他也没有办法。雪岩说见到你真好，瑞锦有什么感觉？他们两个的感情呢是很纯真的，虽然这当中起了很多周折，可是我们可以看出来真情是没有改变。所以雪岩看到瑞锦，他就会讲看到你真好，这不是客套话啊。反而他跟他的妻子讲你好吗，这个团比较深入。所以人与人的感情是勉强不来的，既不是名分能够决定的，也不是外面的势力所能够约束的，完全是出乎内心的一种感受。瑞锦他是不随便来看胡雪岩的，这次来是为了阿宝，因为那个异度的事情引起地方派系上的一个很激烈的抗争，胡雪岩这边派阿宝去主持那件事情，人家就把他腿打断了。你阿宝再怎么练武，强中还有强中手啊，所以最后他白白的腿被砍断了。那腿被砍断了，最伤心的人就是瑞锦，他心里想是我把你推荐给胡雪岩的，现在你落得这么个下场，我应该负最大的责任，所以他就亲自来要把阿宝带走去疗伤。胡雪岩皇很不高兴，他说你不相信我吗？我也可以把他治疗好。他太过重视面子，这是不必要的。雪岩要人随时将阿宝的病情告诉他，为什么？因为雪岩也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，特别是瑞锦来了以后，他更加感觉到在这方面呢，他是不如瑞锦的。当然彼此的处境不一样了。你看瑞锦二话不说就把阿宝接回去，他反而留不住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他就交代他有任何变化你随时要通报我，最起码也让人家知道他是非常关心阿宝的。
他心里头也明白阿宝跟着他受很多的罪，而没有享到什么福。可是雪原真的太忙了，他只想这里，就没有往下想。他应该也想到其他的人，也应该未雨绸缪。可惜我们往往是等事情发生了，我们才感觉到事态严重，而对其他没有那么严重的事情，我们还是依然故我的掉以轻心。